骨突肌裂。22日讯，意大利媒体报道，中场蒙托利欧有可能与 AC 米兰提前解约的。据悉他在最后一刻才得知自己不会前往美国集训。昨天红黑军团公布了参加美国季前巡回赛的球员大名单，中场蒙托利欧由于技术原因被排除在外。这基本上意味着主帅加图索和俱乐部的高层愿意让他离开球队，虽然他的合同还有一年时间才到期。根据晚邮报的消息，前米兰队长甚至没有和主帅有过对话，而是球队经理告知他将会留在米兰内落的决定。在蒙托利沃的位置上，毕格利亚是主力人选，而新老板艾利奥特集团认为洛塔特利很有潜力，阻止了他的出售。随着巴代利可能以自由身加盟，蒙托利沃在队中的地位变得多余了，他有可能会加盟博洛尼亚或者不莱梅。